不要，我选在我眼前的好了，在眼前的这个，哦，选这个是吧？有感觉，有感觉，感觉到它是你生活里面的什么？就是用的东西，是一个用的东西，可是对我很需要，很需要。像我们宣传赶通告，很累很累，有时候会出汗嘛。哦，会出汗，所以不是擦的，不是擦的，对。回家之后你洗澡，要有它陪你洗澡，哎呦，用它来洗澡，哎，对啊，哎，有香味啊，有香味，哎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这个今天这个猜的 最正确的就是它，哎，哎呦，哇，这已经很接近了，哎呦，来来来，刷一下，刷一下来，这个刷下去不六倍啊啊。这井架也六倍了，哎呦，蛮接近的。哎呦，还真觉得跟那我们在家是刷锅子的，是不是？对呀，脏清了嘛，脏清了厕所了，马桶了。哎呦，你都用几罐黄花来消毒啊？有够厉害，啊，这个算不算答对啊？最接近，算答对了，算答对了啊！我们送给。啊，我常常用它，然后而且因为我很会流汗，所以很需要用它。哦，就是流汗。对，很需要，每天都要用它。上厕所也用不用？平常一点，照道理讲，也用类似的产品。哎呦，那就要看一下。怎么是我的照片啊？你这太过分了！这后来是给大百合看的那个。他看了答案以后，他就跟他讲：“哎，擦屁股，擦屁股。”欢迎收看《龙兄虎弟》。让我们欢迎文质彬彬、歌声非凡的费玉清。谢谢，欢迎大家收看《龙兄虎弟》。接下来欢迎另外一位主持人张飞先生。我爱台湾的同胞呀，唱歌台湾调，海岸线长山又高，处处港口都闲聊，四通八达有公路，南北有铁道，太平洋上最前哨，台湾辛苦了。欢迎收看《龙兄虎弟》。哎，啊，今天又跟大家见面了。是每周一次和各位观众朋友见面。今天现场又来了好多，朋友来到现场参观我们录影。我们要问问看他们是来自什么单位的？请问你们是？中国人。这边是？这边是。啊，民权国中，都叫你唱一点歌来好听。啊，我就是西北好听的满腔。对对，最近我们的高雄南部地区啊，如果再不下雨就麻烦了。你还要叫他满腔喽？你唱唱。西北好，
一滴多才对，应该唱这首歌解除汗象是吧？对对对对，那您刚才那首歌不简单了，那不是开玩笑。这个我发现您这个选歌方面啊，好像这个像以前这样子什么什么的呆当郎啦，呆当郎啊，你哪来呆当？请你金脚啊，无就唱一挂这种。出名的山也有一支石河山，还替你唱过这个哈嘎朋友的哈嘎歌。哎呦嘞，头人。新竹苗栗中央银行，你一个开封，不是这首歌今天看你出场唱，哎呀，那就是范围很广了。对对对，因为最近台东地区啊，有很多原住民跟哈嘎人啊、本省人、河南人啊，本省福建、山东人哦，还有人写信要我唱《索尔满人包》，还调好满人包。他什么也不知道，好什么叫馒头？哎，到底是面包还是馒头？哎，请问你们各位谁知道？哎，那会儿一呀嘿，哎，那会儿一呀嘿。我真的大喜个的，真真的。我走的对的多，他也接的不是差多了。哎，那您这个是选歌方面这么照顾到这么多地方，对对对，都是每一个地方都不能让。可是不能一一唱到啊，刚刚的忽略。干脆我就把歌词找到一首歌曲。哎呦，我爱台湾的同胞呀，唱歌台湾调。高雄台北坐飞机，哎呦，铁路就点起，要押后面押韵。也赛飞机。什么也赛飞机？也赛过飞机的书。哦，书啊，这样。不是，马吉博上押韵。电气的平交道，电气的。电气平交道，这是真的。听说将来台北到高雄，两点钟就到。哎呦，啪就过去了，又节省了一半的时间。嗯，哎，马路公那个高速公路中间还起码能烤掉啊。哎呦，又多一条，多一条车道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好，我们闲话就不多说了。今天有很多位特别来宾啊，要把更好听的歌声贡献给大家，来参与我们的节目。第一位介绍的是，第一位金城武先生，来欢迎他的歌声，金城武先生。我在我心中的深处，要给你一个最温暖的角落，将你的双手。哦哦交给我，我喜欢你快乐地陪着我，思念的日子里只有相爱的你和我，只要有你温柔地陪着我，每一个日子里都充满笑容。哎，接下来介绍的是孟庭苇小姐。单雷啊，哎呀！平安祖祖过日子，打拼大命吃百里，人生舞台该趣味，输甲赔甲拢是阵来运气，自然就是没有道理，何必勉强，何必勉强，真欢大利。多谢丹雷先生，接下来介绍学士美女徐世珍。爱我的快乐悲伤，只有一点点的灰暗，难都勉强，管做你怎么想，有你无我的爱情有没有希望，未来会怎么样，真心该不该能不能留在你身上，我说我再来介绍这位，好久不见了，马玉芬。哎呀，马玉芬啊，好啊。金何在？
王殷正阳先生。殷正阳，爱过的人，追过的梦，背叛的理由都不要强求，流过的泪，心口的痛，背叛的理由都不要强求，不要强求。好，谢谢。接下来是大小百合来了。曲歌后，我们都已经长大，好多梦正在飞，就像童年看到的红色的蜻蜓。我们都已经长大，好多梦还要飞，就像现在心目中红色的蜻蜓。董承英老师，董承啊，谢谢谢谢谢谢他们，来来来，哎呀，小百合，哎，飞哥好，小百合，你这样是上节目已经资格这么老了，还要把妈妈也带来，你这是什么妈妈？你是宝宝？我是大百合啦，小心我们的小 baby 被你吓到了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这个什么表情呢？不是，这个是女人最美的时候。我是被她这个慈母的光辉所震慑，当妈妈的感觉是很不一样。哎，真的很好，而且很奇妙的感觉。她在你肚子里面动的时候，那种感觉真好。真的吗？对啊，因为我们的也是碍于我们的关系啊，是我不能说。去感受一下，以前我太太怀孕，恨不当妇产科医生。以前我太太怀孕的时候，我手就一摸，你看，你看，她会提，她会动的。对对对，然后又生出来以后，那小孩子头这个顶上是软的嘛，对，好好玩了，不能用力，不能乱按的，又不是螃蟹，那噗一下进去了。几个年轻朋友没有当过妈妈，跟这个就很遗憾，对啊，是，所以人生也还有很多东西值得你们去学习的。是，我觉得这现在您正好是怀孕的这个阶段中啊，对，外国有位Demi Moore，哎呦，哎呀，把他拍成这个照片以后，这个日历不得了啊，哎呦，胶片的这个畅销量啊，也是是怀孕的时候，怀孕的时候拍一个母性光辉。我现在正在鼓吹他。对啊，也名摄影师陈文斌一直在鼓吹我叫我拍，可是我觉得没有重金，要有重赏嘛，对不对？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可是没有啊。是，所以我刚才还真有人想到这个点子。对啊，尤其他平常身材就已经不错，感觉应该啊。对啊，陈文斌说他拍过这么多的照片，美女的照片啦，什么照片都拍过，就没拍过孕妇，哎，是很遗憾，很遗憾，他一直觉得很遗憾。是，可能他现在也很希望叶爱玲赶快找。对，他说如果拍我拍不成，他就拍他老婆了。太好了啊！预产期什么时候？八月。好，八月桂花香。我们就叫桂花，就叫桂花。哎，干脆叫桂花。哎，他们是百合吗？姐，按照王丽介绍一下新朋友了。陈雷的歌曲。哎啊，有一个大帅哥。哎，这一句大家都很熟啊。站的我听到你散步淡水河，哎呀，身边的那个人是一个大帅哥。好像哦，有一套马玉芬，马玉芬唱了很多这个民歌这些，西洋歌他也灌了一两张。哎呦，哎，有一首歌那个叫做Sugar, 噔噔噔噔噔噔 ，Oh honey honey， 噔噔噔噔噔噔 ，You are my candy girl。啊，这也是他的歌吗？是吗？对哈。对。圆圆的，圆圆的。啊！殷正阳的歌曲。我不愿孤孤
淡淡、哎、也不愿独来独往，为什么深情款款。哎呦行啊，我真怕你出题了，我真难好要想一想。上个礼拜说说说凤飞飞参加歌谣的时候，很多观众又来信啊，哎呦，说什么他的歌怎么每一首你都可以念出来就能唱，哎呀，他这个反应太厉害了，记忆力比较强一点。金城武，我爱有西高子，十里八溪真多。百合好了，百合，百合的歌多了呢。一闪闪的嘹亮，就飘扬在风中。哎呦，鼓励一下，鼓励一下。哎呦，哎，徐世珍，还是张飞了。哎，小小小酒啊，这不是他的吗？这不是他的，不是。哎，徐世珍，嗯，徐世珍自己唱一下，介绍一下。我自己唱。我的快乐悲伤，只要一点点的回应，难道都勉强？哎呦，走那个半音的，哎，这是不容易，这是不容易的啊！现场跟唱片一样。接下来是今天的话题了，话题这个话题比较麻烦，要有一个游戏。来，我们请这个龚老师的五群帮帮忙。啊，这些东西这个推出来以后呢，嗯，大家就觉得很奇怪，像个礼物了，对吧？对对呀。但是要猜对才可以给你们回去。哦，还要猜对。猜对才能。这还要看缘分的了。啊，这是因为每个人都有哎。那不行，猜对才有。会不会考死他们？那我们讲，先从蚂蚁粉上，蚂蚁粉是谁？我先啊。来，蚂蚁粉，你先选一下。选一个。你喜欢哪一样？有八种颜色。颜色不同啊，对不对？选，那我选这个。为什么选这个？这个好像圣诞节啊，有礼物的感觉。来，另外再转过来转啊。好，那么你们大家也顺便看一下，好吧？好。那你想象看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？我看它这个里面包装的东西一定跟我们日常生活也是很有关系的。你要用一句话来形容你跟它的关系到什么程度？反正我们就自己用幻想，为什么选这样礼物？对，我们自己想。然后呢？标准答案如果答对，打开来一看，送给哥哥。好，我你说说看。因为我是一个很会依赖的人哦， 很缺乏安全感的人，是的，所以呢我每天啊、都会呢在晚上的时候然后也许是吃的东西啊，都有啊，在晚上的时候在我的床上哦、一定要抱着这个东西哦，我才能够睡觉。抱着它才能睡觉。对，是的，那你再讲了，那你应该是这样形容：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当我觉得很寂寞恐惧的时候，看到他，是吧？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对对对对对，对对对。他给你什么感觉呢？他给我很安全的感觉，很幸福的感觉。那你讲的是什么？猪的玩偶。真是你这，好好，那他既然说是猪了，我们来打开来，每天抱着他睡觉，可不可以给他安全感？好，大哥，哦，在这里。这是什么？哎呦，是个蜡烛啊！你每天抱着这个睡觉啊？是感脂肪的。这说不过去，这蜡烛不能送给你。你看，如果你很需要这根蜡烛，你就把它说过去，自圆其说一下。当枕头嘛。哎，对对。当枕头。当抱枕啊。抱枕哦，当抱枕的，哎，啊，自圆其说，通不通过？过，我想这次我通过，太好了，来了，对对对，所以这样，他刚刚开了一个这个典范，我们就知道要怎么样自圆其说了。纯雷先生，我话都跟这个好了，为什么选他有缘？他跟他跟我靠缘，哦，第四个跟你很有缘，哎呦，来，我感觉这吼，那我印象是讲，我每天哦，晚上哦。都要跟我的好朋友去那个或者路边摊吼，吃我想爱吃的物件。哦，这个东西，那不吃也足艰苦的。他有第六感。哦，他这个人有第六感，才是一个可以吃的东西。不错不错不错。哦，你真的有第六感。嗯。你哪有你给他夹到皮的？请问一下，这个东西怎么吃法？把这个料理啊的方法跟大家讲一下，拜托拜托。这个我看他圆不回来了，圆一下圆一下圆一下。这哦，这个盈盈蹦波嘛，未歹。盈盈蹦波，来，你波一撮我看卖者，一撮就好，一撮就好。
那你真正来播一个，我就即头毛都上了。即真好用，你莫看有诶朋友安尼点，哎，哎，小心嘛！我看他这个圆不过去，掌声给他鼓励一下，陈明德先生。实在不能吃了，对啊，他本来下一个食品。徐世珍，徐世珍，我要选。我选浅紫色，对，这样子，很柔和的颜色。来，浅紫色。嗯，来，请说说看，他跟你的关系是什么？每天，工作都很忙，最近宣传期，对，所以呢，平常出来面对大家都要这样，脸上都要堆满笑容，对，然后呢，所以我到了晚，我还没有讲完。我猜到答案。不要干扰我。所以呢，我到了晚上的时候回到家里呢，就是要松懈一下。所以我就对着这个东西拳打脚踢的。这个东西不能拳打脚踢。不能拳打脚踢。对对对。它是它是一个伴侣，人类的伴侣。是一个伴侣。人类的伴侣。它是活的吗？活的。活的。真的。这有意思。那我不能踢它，那我不能踢。不要开啊。那就我晚上的时候抱抱它这样子。哎。抱着它，还有呢。亲亲它。亲亲它。就是得到一点安慰。看一下。哎呦，来，我们请他亲一下，这只小乌龟。亲一下他，麻烦亲，请徐世珍表演怎么亲他的脸，表演完了就可以带回家去哦。这好可爱耶，这个我们家也有养。也有养吗？来，真的有养。来表演一下，亲一下他，亲他的脸。他刚刚说打他一顿，这个就太狠了。这个太小，谢谢飞哥。不能惊到。这怎么亲？真的可以吗？过来。哎呦，那我就可以带回家。已经有一个人可以把这个带回家去了。好。好几只可爱，接下来是该谁了？多几只宠物了哈。金城武了。对啊，我选在我眼前的好了。在眼前的这个，哦，选这个是吧？有感觉，有感觉，感觉到它是你生活里面的什么？就是用的东西。是一个用的东西。可是对我很需要。很需要。像我们宣传赶通告，很累很累，有时候会出汗嘛。哦，会出汗。所以不是擦的，不是擦的。对，回家之后你洗澡，要有它陪你洗澡，用它来洗澡，对啊，有香味啊，有香味，太好了，就这个今天这个猜的最正确的就是它，哎呦，哇，这已经很接近了，哎呦，来刷一下来，这个刷下去不是六倍啊。这井架也六婆呢，哎呦，蛮接近的。哎呦，还真觉得跟那我们在家是刷锅子的，是不对呀、啊，长青了嘛，长青了，厕所了，马桶了。哎呦，你都用机关行话来消毒啊，有够厉害啊！这个算不算答对啊？最接近，算答对了，算答对了啊！我们送给金城武，好，请保护你的皮肤，好吧？稍微注意一下。接下来是孟庭苇，这个我念。国中的时候，然后我们老师啊，有时候为了要砥砺学生啊，就说要用功念书啊，那班上就举办这个考试比赛，就说只要前十名的话哦，就能够得到一样奖品。那老师特地就去找人家定做这个奖品，是得到了之后呢，我每天把它放在我床底下，我们搬家搬好几次，我到台北来，我也是把它带来。笑什么啦？我先给你看看答案。这个我把它放在我的床底下，然后每天睡觉前我把它拿出来看一次，看有没有被人家偷走。太棒了，我这个就厉害了。哎呀呀！哎，这是宝贝啊！哎呀，他也是无条件送给他了，还有人把香蕉当宝贝啊！来，搬家还带得走，这个不容易。对。好，接下来是由殷正阳了哦。我选那个绿色那个。他跟您的关系是？我常常用它。然后而且因为我很会流汗，所以很需要用它。哦，就是流汗。对，很需要。每天都要用它。上厕所有用不用？凭良心讲，照道理讲。也用类似的产品。哎呦，那就要看一下。怎么是我的照片啊？过分了，这后来是给大百合看的那个，他看了答案以后，他就跟他讲，擦屁股，擦屁股，哪里可以这样子的，太过分了。
没有，反正他都是朝那个方向去嘛。哎呦，难怪这脸脸色发黄，怎么搞的？无条件送给你，掌声给殷正阳鼓励鼓励哈。接下来是大小百合，小百合先开始了。只剩两个了，这个没人选过。这个一直没有人选哈。因为我蛮重视亲子关系的，所以我每天，在回家以后啊，一定要跟我的宝贝儿子一起在家里玩那个斗剑的游戏。斗剑的游戏。所以我现在想，他可能是一个玩具，是恐龙吧？这不容易啊，这个猜的这很正确吗？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是吧？差不多，因为他这个东西是，他跟每次跟他儿子在家里面就玩这个。是不是？耶，那请开始自圆其说一下了。原来是这个木鱼。那您平常跟儿子怎么玩这个东西？我平常这个回家以后都要上香嘛，那我儿子都会跑到佛堂来，然后帮我敲木鱼。儿子帮你敲木鱼啊？真的。我当他都念什么咒呢？阿弥陀佛，观世音菩萨。哎呀，好，送给他了。哎，这个恐龙变木鱼了，你看。哎，小孩子有一个很好的信仰，不错。哎，大百合，别大百合了。我了哎，那只有一个了吗？这个跟您的关系，在日常生活上，或者是在你生命里面。我想呢，我想以我目前状况来说，我觉得这是我最需要的。尤其很多朋友都说怀孕了特别要注意哦。哎呦，这个现在外在是不美的啦，因为身材都变形，但是呢，这个肚子啊，还有这个胸部不能有妊娠纹。所以这是我每天必须要擦的那个油，润滑油。不错不错，我们看看是什么东西来的啊？就是要全身擦。对呀、啊，全身擦润滑油啊。是是是是是啊。这个东西往身上这样子，全身这样擦，这个设计还不错，它滚筒的，可以用滚的这样子。哎，怎么我的相片怎么不在上面？直接缠在身上就不用擦。要自圆其说一下，您怎么每天都擦卫生纸干什么呢？哦，擦卫生纸啊，这个可以，类似的产品，可以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我刚刚是说润滑油嘛，对不对？润滑油擦在身上会油油的，用、卫生纸拿来稍微再，然后再使用这个，让那个油吸干一下，对。是这样子啊。也是擦嘛，都是要擦。不错不错，好，掌声鼓励一下。也有道理，谢谢，连着起来。这个呢，俗语说得好，民以食为天。我觉得呢，陈雷这么喜欢吃这个菜呢，这一点我们还是要送给他的。红烧一下。可以，这可以炖法菜，可以炖什么？擦菇菜了。擦菇菜了，不在两天。好，我们擦菇菜。是，那是嚼不烂的口香糖。非常好。那今天我们这个前面这游戏啊，就玩到这边告一段落了。接下来让我们跟电视机前面现场的朋友们啊，一大早大家来运动一下。易天华老师。做为了你的健康，来预备手，准备好，五六七开始，来双手压一压，五六抬双抬高，五六好，点点上上上下下，五六七，龙兄虎弟，好耶！恭喜一下，进入到我们的龙兄虎弟。